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鬼。今神魔之塔呢，居然跟大富翁正式合作了，没有错，是大富翁，超怀念的大富翁哎！我记得以前玩大富翁，我最喜欢那种可以即时的，可以一直按的，然后它是体力制的，就是即时的，但是不是回合制。然后，但是你如果一直丢骰子的话，体力会耗尽。那个还蛮有趣、蛮刺激的一个模式，我忘记那是几代了，不知道四代还是五代吧。其实有一代非常的经典，然后大家很喜欢那一代。那新的系列反而没有以前的这么厉害。大家记忆中最喜欢的大富翁是几代呢？我是喜欢那个有即时战斗的那一代，有点忘记是哪一代，好久以前哦。好啦，那这一次也有他的新角色出现了，那有八位大富翁角色。好，这个应该算蛮前期的吧？这几个角色都是固定班底啊，有超多种。那这次的大奖应该是阿土伯跟前夫人了。稍微看一下他们的那个队伍技能呢，很强大，这两个真的非常强。好，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，在这边有一个寻宝之旅，他这次好像是接金币，没有错，我们要来接金币。不是要接金币吗？我怎么一接到金币就跳出去了？好，接金币，然后好，对啊，接金币嘛，有了有了，铜币，不能接到铜币，还是我不能被那个钱币砸到？不会啊，为什么我突然停住？哦，那个是炸弹哦，好，铜色的是炸弹，我以为它是什么铜币，然后因为它比较稀少，想说是比较值钱呢，结果它炸弹没有看清楚。好啦，那这个要接到什么时候？刚刚1000多分有第一个宝箱。好，那我们要继续接下去了。然后拿完所有的宝箱，应该会有几十万块吧，忘记了。最好应该差不多会有50万吧，以前好像差不多这样子，20万、30万还是50万左右的金币。好，接了好久，10000分，终于有第二个宝箱了。这样接下去的要接到多少？3万吗？太多了吧，很累耶。这个要接，其实它一次只有100，所以我们10000分就是接了100个金币。它又没有什么加成，又没有 combo 加成，又没有什么钻石之类的掉下来，所以这个好像要很久我们稍微存到打开下一个宝箱就先离开好了。好，20000分，终于有第三个宝箱。这样看起来真的是要超过4-5万吧，4万多可能才有全部的宝箱。好啦，先离开这里。好啦，那这一次就带来看一下我们这次最最最最坑钱的地方——千万幸运轮。好啦，这边可以抽我们的卡片大风系列。我现在只有5颗哦，好，之后应该还可以再领个，应该还可以再抽1-2张吧。应该可以抽个1-2张。好啦，那这个是轮盘，用转的，转，这是什么？一个那个皇冠，皇冠是谁？皇冠是哦，这个是这是谁？我怎么没有看过这个角色？莎拉公主。哦，好，这是什么？聚首同乐，火属性攻击2倍。那人类越多的话，火属性的生命攻击恢复。最高 1.5倍。好，火人队，火人队，那如果全部都 1.5 倍的话就是3倍嘛，就是攻击3倍，然后生命跟回复又 1.5 倍，好像还好感觉是还好。不过如果是全火人的话，应该会比波比还好用，倍率比较高一点，然后呢又有增加血量又有回复，好像是可以啦。它会是一个有点魔队的感觉，那倍率9倍算是还好。那技能有增伤，看一下哦，加9 8CD 的增伤， 8CD 2.5倍，也是很高的倍率，很高的倍率。但是如果它没有队伍技能的话，我觉得是还好啊，目前可能比较没有什么用到。好啦，那这边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呢，就是奖赏这边终于有一个在哪里？它怎么在哪里？我记得有一个一键领取的功能，金币哦，有了，
要先分类，然后这边就可以拿到所有的金币，好方便哦。好啦，那我就这次把1000天还有2016的金币全部一起领出来，因为之前很懒得领，暂停开放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只是想领个金币啊。暂停开放是哪招？这功能还没好吗？灵魂呢？那我来领个灵魂，全部领取。暂停开放。等一下，原来这功能还没时装吗？有出问题了吗？我只是想领个，那魔法石呢？应该也是不行吧？好，我看哈，这边魔法石应该还有十几颗哦，这边登录的还有10颗。好，我们再抽个几张，再抽个3张好了。好，OK，我们这边呢再来抽3张，剩下的之后我们来看看会抽到什么再说好了。有再看看到底要不要继续抽下去。那目前那个阿土伯跟那个前夫人的技能呢，真的是可以称得上一流的队伍。对，那个队伍倍率真的很夸张，好像可以看到上面图示就可以看到那个是谁，对不对？啊，金贝贝，好，这个是赚钱用的。有了金贝贝后呢，那个火龙好像就不用了。赚金币的火龙好像就可以退休了。那这个金贝贝除了水属性攻击3倍之外，战斗中的金币还有增加75%，而且可以叠加。所以呢，增加75%是175%的意思哦。那如果是两个叠加的话，应该是增加150%。那基本上钱就是2.5倍，应该是这样算吧。好，那他技能呢？同手耍戏，不是同手无欺吗？那随机将1种到5种水以外的腐蚀转成水，哦，有点像掷骰子的感觉。如果只转了1种的话，水属性倍率还会增加2倍。如果转了5种，不就是全版变水珠吗？欸，这还蛮有趣的，这个转的数量感觉算是蛮多的。看一下，技能练满是8CD。诶，8CD 一个大力的转珠，好，应该是转的蛮多的啊。如果是2种或3种的话，这个水珠数量应该是蛮多的。OK，要赚钱的话，有金贝贝就够了，而且它倍率比较高。好啦，我们再来2抽，再来2抽。我们想要就是前夫人感觉有点强。那哎呦，这个是谁？这好像没有很厉害。我记得没有很厉害，好，好像是一个叼着烟的，这个叫什么？大老千狡诈赌王，大老千。好哦，这个技能在官方影片中有用来那个破解拼图盾。对，这个呢，它技能有点特别，是你划过的符石呢，首6颗会变成木符石，所以你可以直接划你拼图盾的那个形状。然后就直接把那个大型的拼图盾，或是形状很奇怪的拼图盾，直接把它解掉，也是一个解拼图盾的一种方法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是还好，不过它有增加1.5倍的倍率啊。练满的话呢是6CD，6CD，好，那就算是6CD 的方便的转珠。然后呢，倍率是3倍，感觉还好。那基本上就是队员命，队员命。那还是没有队伍技能，目前好像没有什么队伍技能，没有看到，没有写。好了，那我们最后一抽了，到底能不能抽到大奖呢？应该是蛮困难的，不晓得大家都抽到什么。好，我们，我们看看哦，阿土伯就是下面这个帽子，然后那个钻石应该就是前夫人。好，等那个光到阿土伯的，本来想等那个光到阿土伯的地方再给他按下去，结果呢，抽到又重复的，4抽也能重复，这个也是有点惨啊。好了，暂时先不抽了，觉得有点可怕。好，之后再来看看。但是那两只真的是蛮强的，可恶。好，那除了跟大富翁合作之外呢，还有玩具精灵要潜能解放喽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芊芊。有芊芊解放，这个血量也变太多吧？血量直接多700，然后回复率直接多100，
这个解放下去，妖术队不就更强了？而且他们技能也都会变。那之后呢，我会慢慢的把他们解放。那需要两个蜜月兽，蜜语兽还蜜月兽，蜜月兽，然后一个魅果精灵，跟两个三阶跟二阶的，跟两个魂属性魂。好，我们魅果精灵有四个，可以，我们魅果精灵有四个，所以可以解放四个玩具。我没有按玩具，所以我应该都可以解放。我除了按玩具以外，刚好四只。然后克拉拉，不对，选错人了。克拉拉在这里，克拉拉解放之后很帅哦，好像变两个角色诶。克拉拉解放之后多一个妹子出现了，所以克拉拉还蛮值得解放的，解放一个变两个出来。好，我们就应该先来解放克拉拉，因为她技能其实很实用。再来就是木玩具，其实也很实用，恢复力2倍，这个一定要解放一下。它的恢复力直接加300，太夸张了哦！这个解放太夸张了哦，恢复力暴增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来解放一下。再来是光玩具比较少出现的光玩具，那我还没有看他们的技能变成什么样子，我们之后呢解放的时候再来看看。好，那光玩具。好，攻击力反而增加，攻击倒是没有什么用啊。恢复力加越多越好，生命也加一些。那按玩具就没有了，所以我之后可以把四个玩具全部解放掉哦。那除了解放之后呢，以前一些旧的系列呢也有稍微增强，像是一些12宫的啊，有的 CD 减少，然后有的三维提升之类的。那基本上就是单人成员的话呢，可能技能CD 比较好用。那三维的能力会比较高，好，那除了一些的旧角色有稍微增强一点点之外呢，那童话系列呢也有多了升华，对，那升华我们陶乐斯还没练，好，加生命攻击，然后加15%的回复力，加15%攻击力，这个比较多诶，这直排剑跟回复居然是15%，一般的只有10%，诶，它攻击力也加太多了吧，250。好，那升华真是要补足一下。这个系列其实是没有很热门，对，不是很实用的一个系列，那比较少出现，但是有些地方还是会用到啦。那之前阿里巴巴其实它的技能倍率是非常高的，但是呢，就是当时非常高，但是现在你看，刚刚那个谁就有2.5倍了，8CD 就2.5倍了，那这个10CD 才有2.5倍，像是毒龙也是2.5倍啊。那虽然他会扣血，但是还好。那对要双队长，那升华呢？他 CD 又减少哦，所以他用升华来补足他的 CD 比较长一点。OK，所以算是可以派上用场的成员啦。除了角色的一些增强之外，下面还多一个这什么图腾？这个图腾呢是个人的任务记录，还没有开放哦。怎么一些新功能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结果都没开放。这样让我怎么分享呢？处处碰壁啊！我最期待就是那个一键领魔法石跟领金币的那个功能，然后还有这个任务，就可以看你今天还有什么任务没有解啊，像是工会任务可能忘记解了，还差几个之类的，或是签到啊什么的，都可以在那边看，还蛮方便的。OK，那我们这一次的与那个大富翁合作的一个新白板，那我觉得改的还蛮多东西的，那些方便功能真的是很方便，但是要等它时装。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时装，我们稍微期待一下吧。好啦，那今天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大家拜拜。